係俾一種動力俾我咯，佢會令到我好似對生活上好似好有憧憬。我覺得我想像唔到自己冇唔著一啲有顏色嘅衫，因為我本身 Stardust 係我定義佢係一個生活品牌嘅，咁就係一個花紋嘅生活品牌啦。咁我就本身可能我係偏家品類多啲嘅，因為都係比較生活上面嘅品牌咯。Stardust 呢個名其實係based on我嘅即係一個個人經歷啦。俾一個前的主管，咁佢就嗰時就話其實我是可以隨時係俾人去代替的，好似一個齒輪咁俾人代替嘅。咁喺佢眼中，其實我都是只一粒塵啊。Positive 啲咁就係變咗一粒星塵咯，因為星塵都是一粒好細的塵，在宇宙裏面是很小，但可能有一天它會變成一個星球，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名字不錯，就展開了一個叫星塵之旅 Stardust Journey 的旅程。開啟我這個 textile 即對這科這個學科有興趣的一條鎖匙，我覺得是 marbling 的，所以我會很喜歡一些不同顏色的顏色。咁我啲靈感來自於通常都係以往就係旅程啦，咁我畫嘅內容都係會有建築物，即係當地文化建築物結合佢哋可能有少少當地文化嘅嘢啦，咁就好似我用絲巾啊或者一幅畫，咁就畫完之後就當好似記錄咗我去咗一次旅行咁樣嘅。咁所以我哋本身嘅銷售店都係擺咗喺酒店嘅，咁就當然如果喺酒店裏邊嘅話，係會上多啲旅遊客嘅。咁但係我哋工作室都係可以俾本地人咧去預約咁樣過嚟去購買嘅，咁都兩邊都會有平衡咯。我哋喺呢個市場裏邊嘅話，咁有好多困難的，如果做自己品牌，因為原來是可以將自己喜歡的東西用作為工作之餘，還可以去養活多另外一個人，我覺得對於我來說已經是算成功了。